法会，恭请湛德法师主法，日期2月6号星期四上午9点，地点苗栗菩提道场，地址苗栗市中正路621号，联络电话0373360026，0373360026，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生命电视高雄慈悲道场举办传授八关斋戒，礼拜慈悲药师宝忏、护生、点灯、药供及甘露施食法会，恭请湛立法师主法。日期2月8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，地点高雄慈悲道场，地址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27号3楼，联络电话高雄慈悲道场0731116566，0731116566，法会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慈悲生活在一起，生命电视触动行动，真感动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
我教的目的就是要快乐，但是快乐跟你的心态有关系，那就叫智慧。别人认为很严重的事情，对你来讲一笑置之，那就最高的智慧。我们在农历六月初三，在我们佛教里面是一位护法菩萨叫韦陀菩萨的圣诞日，那在汉传佛教非常重要，因为汉传佛教有两尊护法，一尊就是各位认识的关公伽蓝菩萨，他负责福报乃至特别照顾在家人，那一尊叫韦陀菩萨，他负责他在汉传的寺庙，他的脸就是正后面看着舍利塔，看着佛像，看着经典，他是负责护持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有这两个护法，伽蓝菩萨叫关公，韦陀菩萨，那韦陀菩萨是视线童子身，就像小孩子的脸。当然他最伟大的部分，最令我感动的是贤劫有一千尊佛，我们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，弥勒菩萨是第五尊，他是第一千尊成佛，所以他叫贤劫千佛的最后一尊佛。那他的愿力是什么呢？他这样说了，他说凡是在过去一切佛的时代出家的人，破戒啊，犯戒啊，很多看起来表现不是很好的出家人，只要在过去佛他们这样出过家，就算破过戒，到了他成佛的时候，这些出家人都能够在他的佛力的加持恢复圆满清净，乃至证得解脱，这个太伟大了啊！所谓护法并不是说像警察一样打坏人保护好人而已，这个佛教的保护护法，你就是最差劲的破戒的要下地狱的，他都要保护你。所以他发愿所有佛面前破戒甚至要堕落的，他都来保护他，让他最后也解脱乃至成佛。所以来跟我念下来，南无韦陀护法菩萨，南无韦陀护法菩萨，南无韦陀护法菩萨。对了，那我想我们供养这个菩萨最好的方法就是发这个菩萨的愿，比如说你很喜欢读金刚经，那你儿子也很喜欢读金刚经，哎呀，你做爸爸就很欢喜啊。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发起每一尊佛的本愿，那就是这个叫修行的供养，就按照这尊佛的方法去修行，依教奉行，所以这是最好的方法。因为每一尊佛它目的就是保护我们，保护众生，如果你不要起贪嗔痴造恶业受苦，那佛就高兴。再来，我们学佛慈悲去保护众生，那也是对每一尊佛最好的供养。那当然我们一开始还是要在事项上做供养，所以他们今天要准备十供养。然后呢，当然这个供养最主要的意义除了这些事物的供养，刚刚讲了我们愿意承担佛菩萨的责任去爱护众生，那这才是我们做供养希望达到最
最高的目的就是说你也被供养了，并不是为了被供养而去供养，而是希望将来也能够成就佛的功德，去就近帮助众生。但是我要强调一点，我个人有个特色，就是说当我知道一个真理，我就会用生命发誓去做完它。当你看部经典《般若心经》，那我一定要证入空性；当你看《地藏经》，我一定深信因果，甚至学地藏王菩萨这样去做。那各位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是佛说我们要有一个很敏感强烈的觉性。既然你听了佛法，那这个法就必须成为你的生命，你必须用生命去实践它，不能加入自己的分别想法。佛陀叫我们慈悲，难呢、啊、我又不是佛，我不会慈悲，我还要骂老公，我偶尔要生气一下，那你就跟佛法抵触，所以那时候你会过得很不快乐。所以我想每一个佛了解了菩提心的重要，哪怕他供一杯水，都是用菩提心，用生命，用近未来际的生命来供养这个法。既然他听到了这样帮助众生殊胜的方法，比如说我们供香，那这里面当然要发愿，当愿众生。那最主要后面有一个叫多闻妙法，这个香，这个世界最好的香就是持戒的香、禅定的香、智慧的香、解脱的香、发菩提心的香，要让自己这样去实践，所以叫由心里面心然五分。所以这个五分就是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之见的香，这样来供养十方佛，这样以这样的功德才真正的在供养佛，然后呢，这样就没有浪费外在的供养。就像你供养钱，那人最在乎的是黄金珠宝，但是呢，我要把我的所有的财物来供养诸佛，来布施众生，要学习这种全然奉献，不但是自己，还会念的当愿众生。啊，这句话最重要。大乘佛教，比如说这个世界有70亿个人，只有你一个人在学佛，但是你要带着69.999亿的有形的人，还包括六道众生，你的责任要带着他们学佛、解脱、成佛。你要觉得佛在面前，众生在后面，你用你的生命证入空性，证入这个法，完全没有自己的分别，那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再念一遍，来，菩提心、空性、大悲心，对佛的信心永不间断，发菩提心，对自己的智慧永不间断，开发无我智慧，对众生的大悲心永不间断，承担众生苦。这个叫念佛、念法、念神啊，要让自己用你的圆满的生命去做这件事情，这个叫归命。那佛陀这么圆满为我们而成佛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跪下去，甚至在藏传佛教哎呀五体投地啊，所以我们一进佛堂，法师做示范啊，他要五体投地的去归命诸佛菩萨。所以那你这样哪有烦恼？人的烦恼就来自师父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啊，他是自私的，他有一个我跟我的，他永远都在痛苦。
老实说，只要你有一个身体，你不可能不痛苦。这是包括释迦牟尼佛，只要有肉体就会生老病死。如果你一直为了那个不要生老病死在修行，当然也可以，那叫解脱道啊。但是它是个自然的现象，所以而且这个身体站在佛教，它只是一个因缘和合幻化的存在，这个不是真正的我啊。真正的我是我们的佛性慈悲心。这个肉体本来它就会随着因缘而变化的，所以在这一点最好的方法就是完全的归佛归法归身，所以你就超越自我，你也得到三宝的加持，你甚至承担三宝的责任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坚定的思想，这是佛教里面要我们做的。所以各位，当然我这样说，我只是提醒各位说，供养要有这样子的认真啊，甚至跪下来。所以用香、用花、用灯，代表我们的持戒，我们发的慈悲心，我们愿意圆满智慧，我们愿意柔和忍辱，不再骂人生气供徒油。所以每一个供养物都有它的各方面的表法，对佛、对自己跟对众生，这三点各位永远记住：对佛、对自己、对众生这三种责任啊。就像做儿女的，对爸爸他应该孝顺，所以对他自己的课业他要负责任，对自己的生命也要去了解，无论在什么状态里面，每个人都要负起一个这样子的对社会的责任，对自己的责任，对生命的责任，就是佛教要我们追求的。各位要注意啊，做个菩萨他要懂得做老师、做妈妈、做爸爸、做老板，怎么教育他们，千万不要有一个比较不好的想法，叫与我无关，这样啊。大乘佛教讲的空性，是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跟你有关系。所以你家里打扫的干净吗？啊，你穿衣服适合吗？啊，你讲话适当吗？那这些你都要，任何一方面都要很圆满。所以，就像开飞机的人，一个疏忽，整部飞机都要掉下去了，死了多少人，自己也死了。所以每一样检查都要非常非常的仔细，然后让自己的身口意，特别是心态，圆圆满满的符合佛陀经典的教诫。这个叫修行，千万不要在我你讲那个都是多余的，因为你挑战到法里面，就按照法去做就好了啊！不要再为世间的东西高兴或痛苦，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变化。修学佛法不是说我要去接受很多灌顶才叫修行。佛教里面古时候一个人只有一门而已，比如说我得到一个四倍观音的灌顶，对所有的法门我都懂了，因为原理都一样。就是说我们刚刚念地藏菩萨嗡波那摩林陀林萨婆诃，我们马上变成地藏王菩萨的这种形象身口意，嗡波那摩林陀林萨婆诃的时候，他心里就放出了地藏菩萨的蓝色的光，把所有的定业，这个人已经被判罪了，下地狱了，啊，或是如何如何，这些定业通通消除掉。嗡波那摩林陀林萨婆诃。所以各位走到哪里，你都会这样念，啊，会这样观想。各位看看我前面这个啊，你们最好每天都要做，啊，用金的可以，用银的可以，用水晶的可以。有花，有灯，一碗饭，一点点，一碗面，一碗稀饭，一杯水，现在更重要，多胎胎儿啊，太多，一杯牛奶，然后呢，就念这个辨识咒，做完以后呢，就把它拿到你们家附近的树下，把它倒掉，最好树下有一块小小的石头，你把它倒在那边，
因为有些人是整杯放在那边，如果不会被偷都无所谓，因为你用一个纸杯啊，那就无所谓。但是如果你用这么庄严的，那最好就把它倒在那个石头上啊。那佛就说，你用的越庄严，你将来家里的器具福报就越庄严，因为你能对一个这个可怜众生都这么庄严，千万不要说啊，这个给鬼道给众生用了，随便了。大乘佛教跟汉传就差在这边，大乘佛教呢，所有最庄严的是给众生用的，那汉藏传佛教呢，是所有最庄严是给上师用的，差在这边。我想两边都有它的因缘，但是我认为两边都重要啊。你对众生越慈悲，你福报越大；你对三宝越恭敬，那你的智慧越高啊。但是呢，两边要整合，所以各位最好能够做一个简单，每天这样把它庄严好，然后你心情也会很好。然后拿去外面的一个树下，那树下最好是那个，当然是阴凉喽，不会被太阳晒喽。的树下，当然有两种树不行，他们说杨柳树不行，石榴树不行，还有桃树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桃树有鬼王，石榴树有鬼母，杨柳树有观音护法在旁边。那杨柳树最好种在河边，当这个杨柳枝一碰到水或下雨，那个水流出去的恶鬼道就可以喝了啊。所以寺庙很喜欢种这些树，好，所以希望大家通通做，因为你在美国做比你在家乡做功德大。我们家乡中国也好，哪里寺庙多啊，有人在做。这个美国这个边地哪有人在做啊？你去美国坟墓去看，哪有一个家属拿一块饼干去给亡者的？没有，最多是拿花而已，对不对？那我想，那各位，你家附近有坟墓，或是你在观想的时候，所有那些往生的孤魂野鬼他们都有的吃啊啊，所以而且愿他们吃完升天了，这是非常慈悲，这个就是供养如来。因为每一个佛修行都是为了这个，所以这个叫观音法门啊，是观音菩萨流传到现在的。我要敬告各位，像我们这边有格西上师在藏传佛教里面最圆满的就是这些仪轨，特别超度仪轨非常非常的圆满。然后呢，当然各位要固定时间请格西上师帮我们修仪轨，大家整理好，比如说一个月一次要超度所有堕胎胎儿，慈不慈悲啊？太慈悲了。一个月一次哦，超度所有死亡者、癌症啊、战争啊，然后你们就负责念你们会的经典啊，上师呢他修他们的仪轨，这个是最好的。所以我每次大法会，不管在世界各地，我都会请很多上师修法啊，然后呢，特别他们人多，我们以前在色拉切，现在天天一个月做四次，在色拉切3500个人一起修法啊，特别请小活佛修超度堕胎胎儿，都请小喇嘛修，小朋友超度小朋友，他们也觉得很快乐啊，因为原来我们出家对众生有帮助嘛，所以用各种方法去利益众生。今天上午我在请色拉切的小喇嘛去放生啊，在南印度放大鱼、中鱼、小，他们个个很快乐啊，所以他们也快乐，众生也快乐啊。印度的鱼又便宜啊，那些小鱼啊，所以现在有手机网络，马上拍摄，马上传回来，大家同享功德啊。所以包括今天这个甘露施食也会进入历史。我们到今天为止已经做了143000多场，又加今天这一场上供下施。那当然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在做啊，大家都随喜功德，所以用各种的方法很融入于法界啊，融入于众生。但是我讲到这个地方是各位一定要有信心、悲心，任何一个咒都是佛的圆满的力量，而不是说哪一个咒比较高，一个咒比较低，它只是一个方便啊。因为人们对药师佛哦，这个出病，所以特别念药师咒。所以那当然，佛菩萨会显现了各种的方便，来引导众生。翻过来，七佛如来这七尊佛发愿，听闻他们的名号，看到他的形象，
乃至听到他的咒语都可以，最主要是信心，那么他们一定可以脱离地狱道、鬼道、畜生道，包括人类，然后呢得到福报，多宝如来会让他发财，宝胜如来会让他升天，妙色身如来会让他外表很漂亮，广博身如来会让他身材高大，一步为如来会让他永远不会畏惧害怕，甘露王如来让他们同享一切甘露，阿弥陀如来让他们当下业障消除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各位相不相信？相信要悲啊，要慈悲啊！走到哪里，那么多宝如来，那么宝胜如来，光念名号也可以啊。如果哪一天你要修入密，那就要生口印，手要打手印，嘴巴要持咒，内心要观想自己变成这一尊佛来利益众生，这个叫密了啊。密教不是属于藏传佛教或是哪一个佛教的专利，本来你要成佛你都会学这个，理论上叫显，观修生口意叫密啊。所以这个在汉传佛教也好，藏传佛教也好，都是这样修。他说那你要，当然你要守戒啊，如果你要真正的去利益众生，那你要守圆满的戒律，这个戒律是一个动机，也保护你的发心，保护这个功德。所以我们现在念七佛如来，各位要有信心，光念就不可思议了啊！哪一天你把七佛如来的形象啊，我们都有印好了，贴了，像这上面故意印在上面。今天这一本念完，你七佛这个就是一个佛像，七佛如来，你跟着拜啊，上面还有写他的种子字，你也可以观想种子字。哪一天你进一步要去学他的咒语也不长，日本人就很好玩，日本的每一尊佛像旁边一定写的这一尊佛像的咒语心咒，让所有日本人对佛法有信心，所以他们叫真言宗，对不对？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念这一尊佛的。那日本的传承跟我们中国的传承不太一样的，是什么意思？汉藏传的传承是每一个咒语要一次灌顶，那我们中国人的密宗跟日本的传承是，你只要有真心的发，愿意发菩提心，所有的你一次都得到灌顶，它不是一次一次的。所以我去日本得到灌顶，他们就所有的经典什么都给我 OK 了。我们天台宗也是这样，你得到天台宗的传承，那天台宗的所有经教通在里面了，一次解决，修行靠你自己啊！就是说，你要真实的发起，真实的愿意去承受这个佛菩萨的责任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叫三昧耶戒，也是一种菩提心的戒律。好，那现在念七佛如来：南无多宝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妙色身如来，南无广博身如来，南无离部位如来。南无甘露王如来，南无阿弥陀如来，南无多宝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妙色身如来，南无广博身如来，南无离部位如来，南无甘露王如来，南无阿弥陀如来，南无多宝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妙色身如来，南无广博身如来，南无离部位如来，南无甘露王如来，南无阿弥陀如来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。